这你就会想要付他钱。这有什么好笑？这有什么好笑？我不能给他钱是吗？你听得懂吗？好，你讲。就是我听你讲。就是你要，就是如果我叫他付钱的话，啊、为什么不能对焦啊？啊，你不要來。好，开始，快点，快点，开始了。快点，能正经一点做好。你听不懂哦，你很奇怪啊。快点讲，你快点讲。你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快点讲。就是我如果叫厂去付钱的话，你就要一定要给厂去钱啊、所以我就可以不用给你车票啊，你懂不懂？厂去付钱，我就要给厂去钱。对，因为如果是我，然后车票在你那边。对。为什么车票在那边？因为我就是厂去，因为他跟你不熟，所以我会拿给你、啊。他哪跟我不熟？他搞不好跟我比你跟你还熟。你以为啊？你反正就是这样，然后你就可以，你就变成你付钱，但是你不能去。蔡永旭会付钱，然后蔡永旭那天就给你你的车票，然后他把我的车票给我。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你给蔡永旭钱，我给你钱，然后你给蔡永旭钱，然后蔡永旭就去买车票。所以你现在有钱？不是。然后等你跟蔡永旭见面的时候，他就给你一张车票、然后他当天再给我跟给彭毅。不会，他会把全部都给我。不会。我跟我两个一起去买，然后他会偷偷先买好，然后说我不要跟你去买。不可能。就是我跟他比较熟哎、你算什么咖啊？搞不好我跟他比较熟啊。你哪有跟他比较熟？我才跟他见几次面。见。三四次吧，对嘛，然后比较熟、三四次就比你刚刚见三四年还熟。哼，听你在那边，你不要再逗我了，很烦哎、你干嘛？